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午安。真欢喜啦！今日要甲大家来讲我的专业。可能我有甲大家稍啊介绍，大家若要较了解我，会使去上 Google 雅虎网站。你张文燕甲拍落，但是尾啊，张文燕可能足侪人的啦，吼、哦。但是你甲加一个张文燕教授，可能会看到我的资料甲我的照片，吼、哦。这伫雅虎甲 Google 里面会用找到我，啊，我唔知有甲大家。可能是不是在开幕式的时候有跟大家说，那大家又要更加了解我，我的简单的自传啊，小传啊，我在人力银行四个一111人力银行，在那十几年前受邀叫我写一个，他资料说是那时候说叫做世界华人名人小传，啊，人看会起我，我讲我都不是世界名人啊！啊，你搞啊世界华人啊！啊，名人小传，伊讲叫我拜托都爱写一个。我讲好，我迄个时阵是伫艺术大学管理研究所甲会计系的教授，到尾我兼会计系的系主任。叫我来写，我讲人的邀请，咱啊接受啊，有去甲听啦。所以讲，实在大家要了解我，我足简单，恁就上网去拍啊一一一，哦啊去找小传哦啊张文燕啊，可能就会找到我。我遐写甲。确实详细，因为迄阵啊要求讲爱写两句话啦，我迄阵啊我甲写两句话，我认为可能我是不是有诶我听过啊，有心呐 态度，我第一讲态度，态度实在足重要，我可能昨伫遮我甲大家讲过啊吼。我有跟大家说过，你可以应用教你的做子还是你的孙子，态度很重要，要做这项东西你的态度很重要、哦啊、你如果态度如果对，人会认为说你很有责任感的态度，就是一个责任感的表现嘛。啊，你若有责任感，啊，你个有心，那也未成功。我甲大家讲，我认为咱这条路才是100%正确。大家若有心开落，美国交代两件代志，这两件。要把它完成，第一件就是说训练4000个，我们认真在打拼，我要到了，
唯独叫咱请41万的身份证，咱现在各州拢设办公室啊，希望大家爱甲你的亲友就地啦，吼，甲邀请去办公室啊，去啊了解，去啊办身份证。咱啊身份证办到，无理由啊，美国会拒绝啦。美国都开这两件条件啊，啊这咱敢歪拼？无叫你牙刀牙枪啊！咱遵守国际法，咱无要使用暴力，干那无爱甲因合作。美国有咧甲咱斗三江无？大家去思考，为什么武器遐个国徽？拢撤掉，是安那撤掉？咱敢有遐大个权力？甲流亡政府讲，恁个国徽战车、甲恁个迄个飞机、甲迄个船炮，迄种国徽拢爱撤掉。咱有遐大个力量吗？无啦。后备部队、后备司令部以前叫做联勤，上早叫做联勤总部啦。就是后备部司令部啦，我若去审查呢，后备迄阵啊，后备司令部的时，我叫我去审查，我去走去啊，迄、那个叫做高阳关，伊遐叫做废诶弹炮废料处理，伊阵啊，我是一个委员，伊甲邀请。我要了解伊，因为我是工业工程委员会的审查人员啦。啊，邀请我，我就讲好啊，我要来了解看卖。开会时，我甲讲，恁叫阮去审查，干那纸上，互阮看看尔，安尼，阮袂了解。我建议讲。别来实地了解恁迄个叫做啊废料处理是安怎？迄个废炮弹的处理是安怎？因啊接受，带阮这审查委员去了解。我是要甲大家讲，这个单位是要战争啊，要啊巩固。家己要做国家领土的重要的啊，咱这个是啊，这个司令部会撤销，大家想看卖咧，咱敢有遐大的力量？无可能的代志嘛，是毋是美国咧干斗相共？大家搁想。免做兵，一个动心讲83年啦，啊，我看迄个做啥电视报道讲84年，啊，无要紧，几年拢无要紧，伊得取消免征兵啊啦，以前咱要去征兵呢，我去做。歹势啦，我是医官啦，加派去带。以前总备司令部啦，警备总部啦，到尾搁甲分发去带台北县统管区啦，唯一的医官啦。我伫遐，我迄阵安尼想讲，我来抽签来金门，我来金门，我带我找我顶下要来参加国考。迄阵啊，安尼想法，少年人，
我来做兵啊，啊来金门一个去，头一冬，一关一冬就结束啊。啊，我来遐一冬，啊，我看歌册，啊，拄啊转来参加高等考试。迄阵啊想法咧，唔是啦，调去台北县，就是后备司令部啦。迄就是台北县的叫做啊警备司令部啦。伫遐喏，干若我一个义官啦，我是爱上下班啦，上下班，但是我是挂在伫警官啊迄、那个警官的宿舍。啊，到几点上班？啊几点下班？啊，伫遐咧写公文，啊咧。参加后备部队的受训去指挥啦，所以我员工真福气。搁走一个时啊，讲调去成功岭去创啥？团部人事官呐、啊，我去到遐一两礼拜，那个底下咧。练身体的去做啥？个人的清洁环境，叫我去啊评分啦，迄这个工作啦。啊，所以讲我有做兵啊，无咧做兵的，因为我是迄阵啊是叫做啊后啊，迄、那个叫做警备总部，叫做警管区嘛，迄是警备总部，我们那个徽章。我在桃园啊，在那个时候在板桥，我们就怎么样？我那个徽章，我那个啊帽子是大顶的帽子，这边是一条杠。台北市宪兵看到我要跟我敬礼了。去做那警备总部的啊，警管区的啊。这我是很好运啦，我搁利用迄，搁走去啥？迄、那个政大啊，一个迄阵叫做政政大底迄个叫做啊政迄、那个叫做清华路那块呐，底下公共啊跟管理研究中心呐、啊，暗时搁去啊，读半年的。成本会计跟管理会计，迄阵那细汉我是我真认真，有啥物考试爱去考，有啥物证照爱去摕，有他读册机会我也去读，所以这是拢讲起来过去的代志。当然，大家若要了解我，一人力银行张文燕啊，名人小传记内底去看啊，足清楚。好、哦、啊，我看这是要甲大家讲，我鼓励大家爱甲第二代有成长，就是你的成长。好、哦，爱鼓励第二代。来家受训，好因有健康未来伊个人生的规划。来家100%健康啦，因为安怎，真正要替台湾做代志吧？啊无，因为有个人干来讲啊，要来真正要替台湾做官啦，要来做啥物啦？咱大家拢把这个放在一边，咱做对代志，安尼就对啦。我感谢足侪少年人，希望少年人你一直听落去，态度足重要。我一直强调，你若去。
做人的辛劳。这三天给你做，你若一天做得好，搁去甲头家讨，讲这我做好啊，你要代志无？请头家搁提醒我做，你会学到足济足济。头家若发现讲你足优秀，啊，我算算下三天，啊，你一天就做好啊。这个人是不是我爱甲加薪水？你若做头家，一定安尼想嘛。我凡事爱请三日，我叫伊三天完成，伊一天就好。那讲我爱请三个人来做，薪水搁甲加一次吧。伊搁认真甲你做，头家也好，你也好，这是事实的代志。爱予少年人有家己觉悟。我伫遮咧做代志，我就咧摕伊的薪水，我爱甲伊贡献出来，咱甲做出来，予头家有趁钱，安尼伊才会重视咱。你若是讲啊，我都伫遮咧混薪水的，啊，我过来找你，永久就定咧找头路啦。因为这个头家唔好，啊，这个头家的观念比我较歹，啊，这个头家的知识啊比我较歹，啊，我来做头家一定安怎？你那因为这个企业有前途，你倒来发现你的专才，头家一定发现，会去重视你。伊一定我会加你的薪水，这爱予少年人有这个心，态度爱表现起来，态度足重要。过来，你都有心去甲做，吼、哦，成这啦吼、哦，啊，要予大家带去大家互相鼓励啦，唔是我的个案的例子。因为这两点啊，我这个小传底下写，拢是依照这两点啊，我感觉讲，哎，这两点咱做到足好用啊，拢完成啦。因为伊人力银行干啦写个代，写个我受邀请去。立德管理学院在那里做董事，再刷下就没了，没再给他补下去。我在那里立德管理学院完成立德大学的通过成立，还在那里给做院长了，我就离开了，全部投进我们蓝的第一届开始到现在，这是正确的，咱一定爱去做的。投进来，秘书长甲邀请，我甲讲我什么拢未晓，因为我从来没有规划这一条路。迄阵啊，讲叫我叫我讲，来主持一个，要做会议一个。啊，事先也无甲讲，无迄个讲时间，讲哇排一个半点钟啦，是排一个外久的时间啦。我实际上我都无要行这条路啊，我是行我的专业，啊，我希望的工作。我希望的工作在教育界，我的学生到现在也有很大的成就，台大教授哪几个有我的学生啊？高普考考试学生多的是，这是什么？咱很欣慰，咱跟美国
人来甲咱接机。佫碰到美国的情人节，讲伊佫买一项物件，讲啊，我都要买送予因妈妈的啦。啊，一份我送予教授。咱足欣慰啊！我的学生都有这么多的成长。伊咧开大公司啊，讲哎。啊，教授啊，你来干做一个独立董事好啊，唔好？当然，咱愿意。我甲讲，能够帮助我的学生成长，这是我的光荣。没有谈说，独立董事有啥物好康的无？所以。我讲真多，这是我私人的代志。当然，闭幕式的是因为原早那伫翕班啊，那闭幕的时间，我是我去处理啦。啊，我处理，今甲咱家有个，因为秘书长大家爱了解国情，中国国情的代志，所以秘书长我会讲一寡国情的代志。啊，我伫高级班拢开这个课啦，因为较早这个课自第一届就定落啊。第一届高级班，那是这个普通班拢是干呐讲会计制度俩。啊，高级班因为会计制度了后才进来审计，通常。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是会计是在做小的跟实际上记录，啊，来审计的话就要怎么要来查小的啦，这条小用去带去，对啊，不对要去查出来。严清标很无奈，因为他那时候是什么无党诶嘛，啊无党诶，啊搁无啥物听国民党指挥啊，我著甲你跌，用啥物甲跌？严清标犯啥物罪？大家知影无？喝花酒啦，啊若喝花酒，伊也毋是仙啊，伊敢袂使去喝花酒？应该呐，无犯法啦。你某一个人，甲一个议员，伊家己要去喝花酒，有代志吗？这就是分界点啦。你无听我国民党的指挥，好，我予你好看。严清标讲。以前会要做议会议长，那有人会用这个去请一寡做公关去酒家来报销，啊，都无代志啊，那拄到我，我有代志，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审计单位看到讲，啊，你这张就是酒家的发票啊。那要照讲，有的讲，无我来立立的，这张无准存，严清标落地啊，敢无几万块啊？立立的有代志啊？无代志？无代志嘛。但是你若甲审计单位去啊，伊要找你的麻烦啊。迄个无代志，你就是造成事实，事实就是安怎依法嘛，审办嘛，甲上下
监察院，监察院上下上法院嘛，而且有的人一个无过监察院，有的人去甲检举嘛，去甲告嘛，发票甲印嘞，去甲告嘞，啊告嘞啊，就成功啊，无怪伊惊着啊，因囝紧参加啥啊？国民党嘛，啊才来选嘛，啊国民党就讲好，我替恁囝，哪个好你做啦？啊你去入边遐休困一下啦，入边啥？家家休困一下啦，这也足明显的啊。所以我跟你说，咱今天就要上这个课，袁清标的案例，你来清楚这个课，等于了解一半了。这样大家有清楚吗？你要用开销，就是要用在公务上正确的开销，可以。你那是私人要去请人的，还是你要去做公关，不要紧哦，公关可以让你做这样的开销的哦。你不去什么非那个正常营业单位啦的发票来报销，都会准，拢会杀你，所以审计单位咧创啥物？咧查这个啦，审计单位咧查这个啦，所以审计部当年查出来有问题，上监察院，啊，佫有问题，佫上法院啦，啊，实际上吼，你都知。审计部的这些官员都是我赵其因军中那些退下来，以前他们办一个叫做什么财务学校，现在不知道改由国防大学，可能财务，可能财务学院，还是都有那些军中那些啊，出来两诶，从啊，为几条板啊，直直升升到两三条、三粒火呀，尾啊火才调出来公务机关咧做啥？审计人员呐、啊。啊，所以讲以前拢无代志，诶，啊，轮到阿扁啊，都有代志啊。安尼唔是足明确个。所以要跟大家说，大家来参加，咱拼是在拼什么？拼咱台湾地位的正常化，咱台湾地位的正常化，大家爱会记哩，去跟大家说，咱是美国占领，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咱无可能独立，爱甲大家讲个清楚。有个人讲嘿，安尼咱就来家己独立就好啊，咱来安尼举行公道就好啊。阿扁啊，唔是要安尼做？美国安那个讲，你是麻烦制造者。伊要讲公道，不可以。美国人安尼讲，我迄阵啊，那感觉讲。美国你是民主国家呢，恁国家都在攻打，啊，阮袂使哩，哪有迄个代志？迄阵啊想安尼，啊，都无来遮去了解整个咱台湾的正确的地位。啊，这块土地都唔是恁的，啊，恁遮的住伫遮的人认得讲拢恁的啊，恁话一下讲恁来啊攻打这里，啊，恁要来创啥这里拢恁的，噶？
这间厝都唔是恁的，恁来借大个尔，讲这个国宾饭店是你的啊啦，后迄个代志。所以伫世界各国，美国拢遵守国际法，所以咱的主张也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法拢无代志，咱即马也无代志，所以这点足重要。何必大家足正确的观念？咱无独立的代志，咱干那有啥物？咱干那有美国占领，咱战败国，听美国的。有诶讲咱歹，咱会使定啊听美国的，咱边啊去靠咧好行，咱来家己。宣布，因为咱这次的国际记者会出错啦，出错真正是出错，是啊，足冤枉的。啊，就是这两张弄无清楚，啊，搁伫 LA 的人无来受训的人，啊，有诶无较无清楚的伫啊咧指导啦。咱予炸去的布条啊，挑工去甲你立起来，咱迄大嘛。我咱讲咱去这個代表团去伫这个处理，啊，咱的布条要照安尼挂，吼、哦。啊，伊去甲啥？咱是安尼出去啦，啊，这用刮胡的啦，伊只去甲贴个，只甲贴个，只甲贴个。英文呢，那是安尼甲这个名。拆起来，伫西岸，美国看到惊到安尼，美国看到安尼惊，啊！我若要叫一个台独的来，诶单位来，我哪会爱去支持恁啊？台独联盟遐便便的，我叫因出来就好啊，哪爱叫恁来？什么拢安排啊？国际世界记者会，中华民国甲现在从来唔捌到迄个所在发表，咱特别甲咱安排，真正是出错，安尼就是啥？一寡互国外人咧主导。实在足痛心，无要紧。咱的目标唔是干那去世界讲，我伫咱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我们台湾民政府要啊世界啊运作，无要紧。这是咱的教训。咱的目标41万人达到，4000人训练够啊！拜托，美国，你爱承诺你的诺言，我偏予你牵咧行，咱我会遵守。咱这块土地是天皇的，咱一定这个旗啊，一定爱拆。去到遐，一支旗啊，我无甲插出来。咱惊着啊！恁是来遮要宣布独立未吼？所以爱甲大家讲，什么代志？高级班的同学，你以后是咱民政府的官员，你爱做出你的表率出来。袂使甲其他政党同款，出来拢是标准服装，出来讲的话，咱爱正确的啊论述，就是安尼就对啊。记得这两张，其他不要紧，无迄个道理袂啦。我讲啊足清楚，
阿扁啊，上头啊，伊给美国给他足风光，到尾来唔好入去啊，是安怎？你要甲宣布独立，你要甲美国战争，这拢是啥？无了解国际法，咱啊来遮读了后，大家足清楚。咱阿咧问讲号啊，台湾的地位是啥？你记得这两张图都正确啊啦。咱现在是美国占领，咱现在的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唔是日本政府哦。日本政府就阁唔对去啊，日本天皇的啦。咱也是爱听日本天皇看安怎甲咱支持啦。虽然即马就金山和平条约是甲封起来。看因四月啊，礼拜二到即马讲要返还啦，日本即马要返还日啦，看因返还到什么程度？甲七月，今年七月，因要参议院改选，看因的情形。所以咱爱拼，咱那是重点的。美国，啊，美国要甲你安排甲足好哩，过去啊出差，所以咱足伤心，我足痛心。一寡讲者较歹听的，迄时国民党的老爸啊来甲咱扭，互你卡慢。咱这边过去的人啊，没有警觉，因足欢喜啊。咱啊，迄就是讲，做球好哩，叫因娃紧张啊，赶紧发一个告，互你讲，你着照顾念就好啊。讲咱无照伊个意思照顾来念，啊，问题都衍生出来。所以这点，大家爱搁较拍拼啊，阿伯啊，记咧。有机会代表民政府去参加各种的会议，你敢记得这两张图？安尼你就100%啦。其他咱无独立、无自治建国，咱遵守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爱甲流氓政府。登去因较早的所在，平潭岛大家拢知影嘛？咱哪会知影？美国人甲咱讲啊，因甲中国拢讲好啊嘛。啊无，那外流伫台湾的人啊，但袂安怎？甲过跳去，但海峡哦，袂杀你啊！哎，啊都中国啊，中国啊，共产党。甲中国国民党两个都一发签好啊，因和谈啊，啊和谈就会使，因转去袂防了，枪杀啦嘛，和谈啊嘛，所以美国唔只去切合，讲中国你台北好大，转去会枪杀袂？因讲袂啊，啊无福建平潭岛离台湾较近。新的外海出去尔，啊，伊遐气候甲台湾话差无偌济，安尼迄个所在互因大，吼，福州政府大事，共同经营、共同管理，欢迎台商来遮共同管理。这也熟悉啦，哦，这也熟悉啦，所以爱甲大家讲，美国咧做，咱啊一步一步照伊做，100%是正确的，咱无法度，因为咱是战败国的人民，家己爱记咧，你是战败国的人民，战胜国。叫你安怎做，你只有接受。
不接受怎么样？抓去枪毙啊！我按那按那讲，228事件，美国那唔出声啊？美国要出什么声？你们是战败国的国民呢？啊，你要该反抗，因叫人来家托管，你去反抗？啊，咱去阻拦人民的心态是安怎？伊甲你骗啊！你们是我们的同胞呢，你是官户呢，啊，你要去上当？我们同胞，我们来请愿，好，机关牵挂嘞，甲你扫下。你不接受命令嘛？把你扫下是应该的嘛？大家去思想。啊，无228事件，美国咱啊点点思考这个问题，好不好？大家去用脑筋去思考这个问题。伊把咱集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国籍，美国甲英国就抗议啊！伊机关厅甲你安尼咧扫射，拢无反应是安怎？迄足奇怪对无？大家唔知国际法嘛？安尼唔知大家有清楚无？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会记得，我们是战败国的后裔，我们是战败国的，现在来跟我们，他是流亡政府，他依照国际法跟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这个权利来管理我们，但是因为他是受美国的委托，因为他们签了一个台湾关系法，他们是作为他们有管理当局来管理，没有办法，那我们只有告法院，法院的判决这五点，行政单位要协助原告依法行事，讲得这么清楚，我们就按照美国的指示一步一步做，绝对是正确。大家卖给搞了，卖跟你讲，我是有多大的学问。自己创意，安尼包死的，所以让大家会了解这个情形。啊，大家一定回去，一定我心肝出有出来。人来问讲，哎，啊，恁去，好，恁报纸刊到遐大，讲啊，4月25，啊，要安怎讲讲？咱甲讲出错啦，都讲出错尔。真正出错啊！啊，就是出错啊！原早因遐官员拢要来，拢讲好啊，到时伊做者甲你封锁，因的单位拢无人来，啊是安怎？惊着啊！我美国的国际的叫做诶记者招待会的中心。流氓政府都无这个机会站入来啊！我予恁这个单位来，啊！你到这伫这要讲，咱是台湾政府，是咱台湾人，家己会使建立的台湾政府，啊！你就死啊！真正惊就死啦！甲阿扁讲，宣布独立就是战争，啊！这都事实啊！所以
无法度啦，这就是讲吼，咱拢是天佑台湾啦，吼，我会使讲，咱行这条路是我天在做啦，啊，都要去碰到这个啊困境，咱也会突破这个困境，再完成啦。哦，爱希望大家若回去有去讲到这个，啊，都出错无法度，啊，这出错无法度就是啥？咱国外的大桥，好有诶足甘心，有诶啊足参与，啊，哪会知伊可能伊是国民党外围的人？你敢会知？啊，去遐才去用拖咧行，咱一寡咱派出的精英，现在真的是断翼而归，咱会受到我们严厉的处罚，这咱啊就不忍心嘛。什么？咱家的做好好，你出去就摕这条去挂，你若要上街路，若摕这条去行都好啊。迄100%，咱遵守啊，迄、那个国际法啦。我你讲哦，这。予咱足痛心的，咱会较缓慢啦。但是我啊，甲大家讲，一定会成功啦。爱大家拼41万，拜托，安尼尔啦。好，咱要来重点介绍一下，吼啊，因为。啊，咱的时间是加2:30嘛，哈，是不是2:40？两点半吼，我咱要有10几分吼，我简单甲重点。脑袋随身带来，啊，要了解我这里那边，我乃无爱无法多去印，我这印开100几页啦，啊，你要安怎去印？啊，有诶对这個。啊，无讲足内行，你若毋是会计系，啊是啊会计研究所的人，啊是你有以前有伫审计单位、会计单位做过的人，你根本啊，所以那有需要的随身带来，啊，咱啊同仁啊会甲你扩登去做参考，好、哦、啊我。简单的重点要把审计会计制度和实务让大家了解、啊、我有把我们流氓政府审计部的审查都把做实例，这个实例都有在那里、哦啊、大家会慢慢去看、哦啊、不然你们如果可以去审计部去上伊个网站，抓出来，因个啊审查以后，上迄个监察院呢，上法院呢，啊啊是个驳回，啊是个处罚，拢有吼、哦、有个伊个说明，所以这也要予大家知影。好，咱来看，吼、哦、啊这。补充啦吼，那台南都来阿边啊饭店嘛吼，啊因为这次的登记吼，啊我甲改做这期的，所以无过修改较简单吼方面。啊，即马要甲大家讲吼，这是咱要讲的，但是咱无可能大家讲到完吼，啊咱主要是讲简单的这个。哦，这个心格的概念，甲这个心格的准则，予大家知影者。哦，啊，佮这个实务上，吼、哦，
中央机关，咱地方政府中央机关审计部的审查的报告，啊，好，大家看一下安尼啦。那咱一般的做会计甲审计什么差别？咱先讲审计甲会计什么差别？咱讲较简单讲，予大家了解，会计就是咧计数的啦，啊，审计是咧创啥？讲咧查数的啦，吼、哦，啊有诶讲，咱请会计师来甲咱查数。你若会计师要去人遐讲，我来甲恁查数，迄有诶职员甲有诶头家就面就落来，我数互你查，我开钱，搁你来甲我查数。你爱安怎讲？啊，我来甲恁对数啦，用对诶，吼、哦，较袂歹讲用查数，啊，实际上。心计就是查数的啦，哦，安尼大家足清楚啊，吼，心计甲会计，哦，啊，这咱也了解，咱也普通班，咱会计制度呐爱，吼，爱有这个做法令嘛，吼，啊个这个一般的会计完成嘛，吼，啊这，即嘛就是讲爱根据这个有关的法令啊，啊这资料啊来甲做分析，吼。来做超然吼独立啊，这是应当的表达，是安尼尔啦。啊，你要做查销的人员啊，一定爱有独立性，这个独立性足重要。就是咱这回派出的，爱出车，就是去予美西在讲大桥啊。拖咧行，第一步唔对，炸出咧，伊动手爱甲你劈，啊讲爱安尼才符合条件，好、哦、啊，这，予大家去思考就好啦吼、哦。啊，爱有所以独立性，我代表团出去，我就依照啊迄、那个本部。中央的单位出去的做的东西就这样，你不能够抵挡的啊，要有专业的知识，这也是同样啊，国际法你要知道，咱是依照美国国防部 USMG 啊 USMG 啊指示的下啊，按照这个啊来宣布台湾政府的运作，安尼尔，那是伫台湾民政府之下啊，台湾政府的运作。哦啊安尼，吼啊过来啊，咱即马有讲会计有会计的审。啊，审查这个原则、审查准则啊，审计啦，审计的审查准则，每个国家拢有啊。咱地方政府呐，成立一个叫做啊，咱财团法人会计研究基金会，这边预算成立的啊，伊我有做这个啊。审查的迄个公告啊，但是即个公告准则啦，是爱钱的啦，吼、哦，即爱钱的啦。以前会计审查会计准则，伊若要收钱呢，实际上公报是毋是法律？我若讲，要了解法律就要开钱，这是不对的。我的观点，咱编预算，请专家编出来的公报是法律，
咱要做小，要审查按照这个法律，哎，啊，佫爱开钱啊，安尼敢对？所以有个人讲，中华民国到处都是要钱啊。咱预算哦，预算是毋是开咱的钱？叫一个单位编出公报，咱要审查这个差销，爱依照伊的公报来做，咱就爱开钱去买公报，啊，再来。实际上，这是咱若执政，大家人民爱家己法律上网去查就好啊，那爱去开钱。好啦，这个题外话吼，这足济好了解吼。啊，美国那有吼，我替外讲啊吼。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我这样啊，伊这吼、哦、有弊啦吼，而且咱即嘛要这咱也无多好讲吼。咱这是一个实部的案例啦吼，啊，咱即嘛要看到做咱的审计部的正确的实例啦吼。咱即嘛就是要来，要有差不多三分钟吼。要来看这个实例，当然审计长是审计部最大单位，我在艺术大学在做教授兼系主任的时候，有个邀请来做演讲，他也接受我的邀请来到高雄艺术大学。迄阵啊，伊是副部长，啊，即嘛，伊是本土台湾人，中商毕业的，彰化商业职业学校毕业的，我袂歹，吼、哦，啊，就是我受到啊国民党的栽培啦，啊，咱是我简单介绍，啊，无有诶嘿，我做甲副部长啊，大学的。相关机关，因为我介有关系啊，我是咧啊咧传授啊，迄、那个有关会计审计人才啊，啊，伊会接受我来走甲乡去观音山啊，甲阮的学生做演讲，我也足感谢啦。吼、哦、啊，因为伊是。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拢会靠这个要传授这个经验，讲伊的经验啊，传授予大家做参考。吼、哦、啊，这我个感谢了吼。啊，但是伊所做的吼，我感觉有当时啊，我做了较嫩啦，道理较无够啦，应该爱个送较济人去。啊，迄、那个叫做监察院才对啦，吼、哦、啊，这因为这足济啦，吼、哦，时间讲未完啦，啊，咱有足济单位啦，吼、哦，咱即马就是有要讲的，就是这我看吼，拢、哦，咱即马就是要讲的，就是这啦，吼、哦，中央预算吼。哦四兆吼、哦，啊，是66年来也还不完。啊，你吼、哦、尊重审计部的主教，审计部已经甲财政部讲，恁的负债啊有遮济啊呢？啊，迄阵啊，伊咧讲啥？啊，伊咧讲啊，谢谢主教了。啊，实际上啊，咱不再如果不再增加举债吼。哦62年啊，这些小人行不清啦。啊，要讲一个比较歹听，因知影要走路啊，尽量开啦，开咧，恁才来。
看要安怎处理啦。我的感觉心态是安尼。我看今日报告到这，啊，有兴趣的人哦，来甲同仁甲调这个啊 PowerPoint 当个参考。啊，感谢大家。同心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吼，啊，等下秘书长会来过来。